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 ？OK 吗 ？Yes。好，音乐 ，Let's go。音乐，好，那有请第二组南瓜车。哎，现在，哎，怎么了？还定着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哎呦，那边没听到，那边还有那边呢，怪吓人的。啊，再喷一下就站直了，再喷一下。不是你们是玩我还是？好好玩。再跑一趟嘛。好了啊。哎，好，特别棒。如果今天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，我觉得最大的责任也会在于是我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我做了这样子的选择。作品没有对和错啊，没有对和错，因为我觉得跳舞嘛，就是让自己的释放开心，在舞台上去展现嘛。后面你慢慢的会更好，会吸取更多经验，学会跟观众去沟通。我觉得这就 OK 了，没有对与错，我觉得特别棒啊。好，简单的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作品。一支简单的小旗舞送给大家。小鸡舞啊，小旗舞。东非东马旗舞。我觉得编舞师陈诗航可以，我觉得他能编出来一些东西出来。嗯，是能选的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选。啊，那我觉得 OK 的。六个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。我蛮喜欢阿萨头。现在是正常的话，七个已经够了。我觉得可以再给三个名额。对。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人数放开，那就这样。这样没有疑问，这样没有疑问了，就不用 battle 了，不用 battle 了，决定。好了，感觉跟哥今年喊的话事人，很快就在我们决定。他非常的轻松，非常自如，就是非常帅，在舞台上就整个就自信到没有别人了。没想到这么轻松，太帅了，是吧？后面捧哏的再捧一下。帅哥街舞，帅哥街舞，帅哥街舞。我也从来没有看过马栋杰这么跳舞，开了，真的特别好。我觉得要保持现在这种状态，去面对你所有的对手。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年轻的那种热血和那种力量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加油。